家好，我是家有喜事里面的林曼柔，我是周小涵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小涵，我饰演家有喜事里面的吴子翰。这看我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不知道你会讲哪里。鼻子好了。眼睛。帅，风趣，幽默。美丽，大方，温柔。我是每天早上，要出门前我都会照镜子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的。今天是我真的说，我真的是快拍不下去了，你会怎么帮我打气？打了比我自己还大力，这不是加油了吧？要毁容吧？要毁容了，我帮你瘦脸。啊，谢谢。好，很爱穿一些很花俏衣服。你居然讲这个？对，我的吴子翰就是比较嘻嘻花一点。对，他很爱穿一些很浮夸的衣服，我觉得那做人要内敛一点。虽然现在戏还没播出，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，我在这个剧组的外号叫 Jungle King。对，还有玫瑰少年，玫瑰少年也是我另外一个外号。嗯、就他身上什么图案都会有，到时候大家看播出就会知道。对，这真的是很讨厌的一点，我真的很讨厌你，就是找不到缺点。哇，撩妹，了解。我们家呢就是贵气气质担当。我家是乱中有序、啊、就是平常都要吵吵闹闹吵吵闹，但是它其实有一个规则在，只要遵守这个规则，家里就和谐。嗯，我觉得应该对我来说，我们两个家庭比较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家比较文。他们家比较武，嗯，对，所以就是哎、嗯欸，文武这样这个碰撞在一起的话，会产生非常多的火花，这样子。这一定是我。这还用说吗？对啊，我就是比较两波去短户鬼的人，先处理好妈妈，先处理好老婆的心情，再处理妈妈的心情。赞、嗯。老婆，对不起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难过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乖乖乖。就是我的戏大概就是这种个性。对，然后还会像小比较小男人的，觉得我的牺牲挺大的、嗯，你自己应该也知道，比我大。对，因为这不知道能不能说，反正就是我为了讨我婆婆开心，做了蛮多我觉得一个千金小姐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哦。嗯，还是生理派，肠胃不好派。我觉得应该是买礼物啦，对，因为我觉得。子翰还算是一个蛮浪漫的人，因为我们两个一开始会交往，其实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很浪漫的事情，所以才会打动人曼柔。哇，这很难选哎。我是觉得我自己觉得双方家长打起来，我也是、嗯，因为家长是你之后还要面对啊，前任管他去死哎，对，打死来闹的话，我们就找一些维事把他处理走，对，这样那自己双方爸妈都是自己家人，对啊，能怎么办呢？一直要把我们分开，对，不让我们结婚、嗯，就原本都是很浪漫的，但是妈妈两个妈妈就是不喜欢。我们那场戏拍的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都很期待播出，因为我们用了非常多的慢动作高格去拍，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啊，就是双方在拉扯嘛，因为我们的家人都很多，成员都很多，他们家三兄弟，然后我还有一个妹妹，嗯、然后再加上爸爸妈妈，就两边像在拔河的感觉，这样要拔，然后用一些那种慢动作拍，所以应该会拍起来很有意思。观众朋友可以想象吴宇森的电影，那种英雄出来都会有放鸽子啊，慢慢飞这样，但我们是花瓣乱飘，这应该是可以讲，因为是开场，这、就是第一集，花瓣乱飘，然后大家打得你死我活，然后脸都很狰狞，很狰狞啊。然后我们家这一派就要维持，就他们家的表情都非常夸张，然后肢体都很大、嗯。然后我自己在第一次拍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有点融入他们家，就是那种很比较夸张、戏剧化一点、比较写实的表情，我觉得是写实的表情，但就是太写实。但我们家这一派就是那叫优雅气质派，所以再重来一次的时候，我就保持他就收的，对，就是一个很优雅的拔河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蛮期待。我觉得真正的幸福家庭啊，一定会有争执，一定会有谅解，到最后的放下相爱，不管是夫妻也好，双方的家人真的变成真正的家人也好，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。所以我希望观众朋友可以一起跟我们经历这些爱恨情仇，爱恨情仇。我推荐给大家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这部戏里面，很多的演员其实都有一些就是怎么讲，
跟你平常想象中不一样的演出哦。譬如说像彩华姐，哇，你平常看她这样很外放，啊，其实在戏里面她有另外一种呈现。那包含我自己也是，其实平常也是比较外放点性格，但在这边要比较收敛一点，就是我们母女俩都包含妹妹也是，就是跟她平常个性不太一样。那对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在剧中的表现。对，家有喜事开播喽！记得锁定 TVBS 42频道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别忘了订阅 TVBS 聚在一起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哦！耶！